我的天才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你陪我来健身，我就努力撮合你跟季旭成成交，签名签就签。如果你有什么心事想找人说的话，都可以跟我说。去吧，加油。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，还好你现在睡着了。所以你不要再自己一个人伤心了，让我照顾你。